在组队大厅里玩声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西瓜。在小破车人不齐的情况下，去组队大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。首先选好我们的要求，上来就看到一个要求会玩声乐的，这正符合我的要求啊。进去一看，索然无味小冬瓜，这个小子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，妥妥的是一个男妹妹，好吧。他的骚气有彦祖的那味了啊，记得给个点赞支持支持。我们进入游戏。不可思议是找妹吗？对，这个小子跟我们说跟别人约好打群环，然后就跟妹妹直接双排了。瓜哥，人家也可以做你。别恶心我了。我先溜出去。我说我好卡呀！他又来抓我了。秀他瓜哥，赶紧。没事，我这个位置能秀他。他有自知之明，这波有自知之明，抓不到我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呀，他追着我的妈在打，这小子，麻袋都不放过吗？赶紧跑！这边来快跑！不是你，这人漂浮吗？麻袋！哟，还他硬要追着我的麻袋打，这小子，开出来了，追不上呀！我这走位秀的一秀的不行。靠，我还以为在打。我来摸你，你来来。哇！哎，罐子没了。这个怎么会把罐子给丢了？妈有盾。等下，我没。哇！你加油！丢了，我靠！我没。救！我靠！我头盔都，我那个麻袋都给他打没了。为什么罐子没了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那个不会把罐子给举没，他这个举人是会把罐子举没。我进去都没事，怎么在外面的人罐子还没了？丽丽走不了，就我来举你啊！站！被抢了！我能救，随便你救。OK，你救。你救我换吧，有夹子。你救我来举你们。猫女生。还在你们那吧？哎，吃到什么东西啊？把猫吃了吗？应该是把猫吃了。不会吧？应该是吃猫了。变态。哎呦，他这掉，他在追我，我一个滑翔就走了呀。哎，撞管道，侦探走！我靠，吓我一跳！隐身！我靠！等我一会儿！靠，变猛男！好丢！哎呀！啊！被狗抓了！没事，我能锤死他！很远了！直接锤死了！可以啊，玩笑，打，你可以把花走，快，其实花可以拿，我推不动了。好，来啊，你去拿，快抢花，抢不了，有夹子，那算了，走，好，把那边那个礼堂也给推了。礼堂推掉。哎，这里吃花。吃花。那我不敢。把这个奶酪到位吧。我先带。越丢越远了。他来了。过来，我举你，别动。抱抱人家。别动呀。一个炸掉了！我走了！冲！还在你们那吗？还在你们那吗？我倒是在空中跑，不能！哎，砸你！走！还很气！你那大堂子去搬一下，我就随我去。我操！来，行，我要吃。搬不了。
走啊，小福。哎，我招我招。我靠！哎，我来好，我来好。我来，我来摸你，我来摸你，来来，我来摸你。哥走了，哥走了。瓜哥也到我，瓜哥心里有我。开始是吧？开始玩大的，开始玩大的。哎，我没起来啊！哎，我把你，我把他吃了，我把他吃了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主要是最后一，我怕他把我打了，先晕他一下。他过去了。等我等了，稍微等了，稍微等了。哎，留货是留一点，货是货是。留了，留了，留了。哎，没砸到他。我的妈！太拍子，太拍子，我这是。收鬼吧。啊、你不客气，你不客气。来个电风扇。太拍子，太拍子，太拍子了。你们还有要摸的吗？我不是先走。直接推了吧，直接推了吧。等一下，回手起。你们谁要隐身啊？我买一个，我有呀。花哥，我有，我有。OK， 那我先进去。来，隐身。冲！我看有没有夹子什么的，先把这个夹子啥的给铲了，铲了。我还把那个把那个盐那么快。哟、什么东西都没了。这车真惨，我靠。对的对的，什么东西也铲不了。冲！妈后面，妈在后面。走走走，没车贵，没车贵，没车贵了，走。死了死了死了！再推，推完推完推完！我靠，在这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，我坐在一号我给你来个滑铲！我再给你来个滑铲！我操，你赢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怎么过来了呀？这个隐身的小伙子，我往上拉，他应该不会抓我的。我不信！哇，这个小子！对我有仇怨，他硬要抓我，他两个火线在这个位置，笑不火了，我直接钻一手，我还没砍飞了，我靠，好惨，嗯，哎呦，没吃到，应该放没道具啊，我靠，没道具的，哦，是那个，我靠，我怎么这么多钱？我买个变大，没道具这里。没道具，没事没事，我有钱，我买个变大行。还买锤子，买锤子，买锤子，买锤子。弹姐，弹姐，弹姐。死。弄完，弄完，弄完。哎，有没有大招钥匙？没有。上面有，上面有。我上角，左上角。他应该没钱了。看到了。我在锤你。等我下来。我在锤你。他这个还。我在锤你，他很残，他很残。没办法来着，没道具。先把这个破掉，先把这个破掉。吐他钱，我吐他钱。哎，看他，看他。他这车怎么在上面？我靠！几号？这个。不，我要丢炸药了。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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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哎。